好，你认识林喜俊这个人，认识偌久啊？你感觉这个人的个性如何？我认识林喜俊大概三十几年哈。那他这个人哦，内心非常的细腻，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是性情中人。好，搁定来开始。开始。好，喜俊这个人，你感觉伊安那？认识几年？甲喜俊实在三十几年吼，伊这个人吼，内心足温暖的，然后咱咧讲性情中人，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吼。阮足早以前捌甲伊合作过咧迄个五号路的城市光廊。咱知影咧普通时一般的所谓人要开幕的时阵吼，大部分邀请的拢是一寡政治人物啦，吼！可是喜俊有一个想法咯，伊感觉讲吼，咱这边爱请是爱请现场在场咧施工的所有的，譬如说帮砖啊头的工人，还是讲伊是油漆工人，还是讲伊是一款水泥工吼，还是设计师啊，吼，艺术家，他认为这群人是伫现场实在咧做，然后因是最值得鼓励的一群人，伊希望是安尼做，所以希望开幕迄个时阵，迄是两千年以前啦吼，伊希望遮人是徛咧台下顶，而不是所谓的一些政治人物那边受到所谓人民的一个掌声。我感觉伊安尼想，这是足少足少有迄款所谓政治人物会去想的这点，所以为这点，你就感觉伊这个人是也是。心肝作妖的，妖到你的想不，你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有人会去这么做，这么贴心的为低层的一些所谓的工人去让他们有一个上台的机会，然后受表扬的一个机会。OK。好，来，再讲，再讲三分钟，两分钟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